OK OK， 好，又到了我们最期待的地方美食特辑。那现在来到北斗肉圆生霸王星，来先看一下菜单。哦，这个小吃便宜啦哦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近月远来。好，主角出现了，来虎哥，你在吃什么？我在吃霸王。霸王。看 米糕。米糕。啊，综合汤。综合汤。看我那几个豆腐，几个贡丸。啊，这个包咖喱最强。虾米？这虾米啦？虾米？这间店叫霸王星。霸王星。嘿。啊，就江道江道的。波道上有名。我们这边的在地。在地。啊，你来介绍。介绍一下，这间店多久啊？啊，唔知，冇紧冇紧。好，转化起来。转化起来。哦，好，来吃吃看。来，我敬上。哇，这个肉圆。哎呦。花生是不是？花生吗？啊，这是哇肉，好大一块呢。恰吧。嗯。好来。一起直播来。边上啊，来要照相来。来，谢谢兄弟。来这边。要比这个吗？你要不要一起进来？要不要一起拍？我们叫我们那个帮你拍。过来。啾咪啾咪，爱你哦，哎、欸，谢谢。彰化北斗最好吃的就是霸王，哎呦，不知道大家吃过了没？加油加油！土地还没吃过呢，好来继续。有。六十几档诶。啊，六十几档的霸王，这十年来拿过来个报道，你看到没？哎，真正味无同嘞，真的。哎，大概一只的霸王吼，哎，味甲内底藏的物件拢无同，都味无同来。你看，我们中华霸王，我知道了，它的是笋块，啊，我家竹笋的一块一块，我觉得这个很棒。笋块哈，对，笋块。刚刚有吃到花生嘞，好像。它做法是。扁扁圆圆棍那个，好像那个水饺那个形状出来，我、oh. 这样看起来怪怪的。好，吃一口，说一下感想。那我多加。不过这是总统参叙指定小吃。好。哦，总统参叙指定小吃。好。总统参叙。请问空霸本，几条霸丸？哦，你看是油油亮亮的，哎呦喂呀、啊！来，我里面都没有肉哦。送入口，送入口。来，哇！感觉如何？它的酱啊什么？我跟会说，嗯，是这个东西啊，嗯，里面的料要好，对，外面的那个皮要好，对，然后最重要那个料好，对，放的酱。真的要很，真的，这酱真的调出来不错吧？对，好吃。我跟你讲，吃下去会觉得会上瘾。我吃了会上瘾，卖了60几年不一样。小家伙，现在被做正题啊，够数的文化奖。对，共鸣开始，直播被打断。嗯，没关系。你想要接地气啊？一直穿云箭，这个叫一直穿云箭。对对，阿比一呢？对，阿比一直穿云箭。这都韩国的，对，这都韩国的。好，它的米糕，米糕，对，小小的，刚刚小小的，就是在，嗯，应该很 Q， 哇，没有没有，嗯，好吃，再加个甜辣酱，这就是素米美食，哇，会不会太多？哇，不会不会啊，我跟各位说啊，哎，这有时候乡下的东西，对。要干锅，锅渣比，哦，还有两个干面，哇，这干面是龟阿爸哦，哎，不是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哎，不是油面，这是这油不是油面，阳春面，好啦，无啦，安尼啊，我坐车，好，跟大家讲哦，我们在北斗吃霸王。我们也要介绍，对，以后啊，总统要到乡下吃的庶民餐，对，我们帮他先通通台湾全部吃一遍，对，吃完一遍以后，我们就定一个，就总统庶民庶民套餐，庶民套餐，庶民餐，对，哦，今天你
一个肉丸。对。啊、哦。嗯，一碗米糕。啊、哦。一个汤。那边是一碗肉霸汤。对。好，都套餐啦，现在台湾乡下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套餐的。对对对，其实不会贵啊，这样吃修够短袜，真的又饱。对，好，跟大家拜拜。好了，那就在骂完的画面下跟大家说拜拜。我要再跟大家说一下，好，我刚刚在讲话的时候，我差不多全部拢用台语来讲，然后人家讲说奇怪，主持人一个礼拜不见，那也要讲台语啊？本来就会晓讲啊，只是遐无练转尔。OK， 好，拜拜。谢谢。